今天才可以跟大家相聚啊。那么因为这个机会实在是太难得啊，所以我回来这个跟大家相聚，明天呢又要回去洛杉矶了。所以他们常常说师父把我取成这个悟行，那大家注定就要天天飞了。差一点没有取名悟飞啊。OK， 不然就下不了地了。OK，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在美国巡回13个地方那么洛杉矶呢是第10个站已经去了一个多月在美加那么跟大家结结缘我们还跟这个赵旭法师已经这个我们巡回很多地方赵旭法师比我离开早三天他先来报道那因为我这个责任未了所以只能这个30系列做完赶快回过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跟大家分享那么主要呢要学习这个六合敬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这个修学都是跟着师父尤其我这个出家的因缘顺便跟大家提一下这个这一次我在美加巡回的时候我来到一个点一个站就是 Minneapolis 就是明尼苏达州那么我跟这一州的这个同修有一个很深的因缘就是因为我出家四天就跟随师父来到这个明尼苏达州弘法那么为什么是出家四天就跟来了呢这个因缘就是我们算一下的19年了19年前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在家居士那么跟着师父到美国达拉斯学讲经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出家这件事情只想说呢就跟着师父师父怎么教我们来怎么学嘛跟着师父学习那结果呢听说师父呢要去这个明尼苏达州弘法那我就想能够跟着师父这个是最好的这个机会我就跟师父说我想去那师父说呢因为他说他三不管嘛师父常说他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三不管那谁管呢韩馆长管所以呢说呢这个事情还要馆长答应结果呢这个跟馆长报告啦馆长说呢不可以去为什么呢是在家居士不可以去要出家才可以去那我在想哇这个出家才可以去我现在没有资格了那怎么办呢馆长说如果出家了就可以去了那师父就转达这个意思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嘛既然要跟着师父嘛那就出家了剃了说剃就剃结果呢剃了以后第四天就跟着师父到明尼苏达州去弘法了那么讲到跟着师父去呢那边的同修他们还有这个记忆那么我就跟着师父在那边呢我记得我那时候呢在跟着师父在明尼苏达州弘法的时候那么就有一个居士这个居士呢他呢很发心很热情他说呢法师啊那个我们这边有一家餐馆是以前这个苏联的头子这个戈巴契夫来美国访问啊特别来这里用餐所以呢这个这个道地的口味非常特别那么请法师们来应购那我们就跟着师父去了刚出家嘛什么都想跟就跟着师父去参加应购结果呢这个因为它不是素食馆这个美国我们都知道素食馆根本很难找尤其在那个19年前是根本找不到的结果呢那么他很热心他带着师傅走跟师傅介绍这个是素的这个荤的哪个可以吃哪个不可以吃那我跟在后面嘛刚出家都跟着后面那就慢慢看了很多吃的结果没有听到有一道菜到底是荤的还素的没有注意到我就把它夹起来我觉得应该是素的然后呢就坐到座位上来吃一打开哎呦是肉的这下惨了我怎么夹到肉的我们刚出家呢这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来处理因为呢这个这吃到肉了怎么办呢这不行但是呢夹了你又不能退结果我就
这边呢犹豫啊，就是弱的怎么办，我这边讲，结果师父呢好像有感觉，他听到了，他就给我使个眼色，他说吃下去吃下去哎，所以呢师父呢教我出呢，我就把它吃下去了啊啊，所以呢这个呢我就觉得说哈啊，我们呢其实啊学习就是跟着师父，师父教怎么做就怎么做嘛，老老实实的该吃就把它吃了啊，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有些状况啊啊，这个该吃的还是要吃啊。啊啊，是啦，是我的意思啊，那可能看错了吧。不过呢，我是在想啊、哦，师父啊，这一点啊，他很慈悲啊，为什么呢？他不要让这个护法啊难过啊。你看呢，他这么诚心呢，还挑了这一家餐馆啊，结果让我们吃到荤的话，吃到这个肉啊，你看看呢，他的心里怎么想啊？所以我想啊，这个师父啊，他真的考虑得很周到。啊，他真的是很随缘啊，很慈悲啊，所以呢，不要去伤到护法的心啊，所以呢，吃下去呢，大家呢就欢欢喜喜了啊，哈哈，这是我第一件呢、啊、学到的啊，因为刚出家什么都不懂啊，所以呢，啊，从这个地方啊了解到很多事情啊，啊，不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啊，这个原则有时候是伤害到别人的。所以呢，我们一定啊要学习啊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当中呢，就是他师父告诉我们要慈悲啊，随缘啊。OK， 然后呢，我们呢又来到了威斯康星州啊。这个威斯康星州呢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是一个美国的啊这个啊所谓的马戏团的发源地啊。这个地方呢叫做巴拉布。啊，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去参观了，跟着师父去。反正师父呢，到哪里去我们就跟着去，该玩的地方就去玩啊。然后呢，可是啊，我是觉得啊，师父在看东西啊，他看得很深入，体会呢，倒是往什么呢？都是往刚刚啊，师父讲的，往六合境，往佛法里面去体会。所以呢，这个参观完之后啊，他就问我们的看法了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跟着师父出去玩啊，玩完了就没事了啊。其实师父还会考试的。他会问啊、哦，问你的看法怎么样？我们说哇，这个马戏团啊很厉害啊，表演得很好啊啊、哦，然后呢，这个博物馆啊啊，这个做得很好啊，怎么讲了半天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呢 啊都没有讲到中心重点啊。师父最后告诉我们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看呐、啊，连这个马戏团这个兄弟才五个人哦，五个人呢就可以把这个马戏团带到全美国发扬光大啊，搞得美国这个马戏团呢 啊这么样的蓬勃发展。他说他们才五个人，师父就想到什么呢？就想到刚刚早上所说的啊，释迦牟尼佛度五比丘啊，这五比丘就可以呢把这个佛法发扬光大啊。所以你看看呢，师父想的跟我们想的实在是不一样啊。所以这是什么呢？虽然呢、啊、师父说呢不可以有自己的意识啊，可是我觉得还是慢慢在学啦，学习师父的意思啊。OK 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那么这个当中呢，其实啊就是。我们师父常讲，就是呢所有的生活上的体会啊，通通把它融入到佛法里面啊。所以你常常的就是想到，这就是佛法啊。那你想哪一个不是佛法？所以师父啊，常常给我们示现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那就是佛法啊。接着呢，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哈、哦，这个事情呢，就是啊，我们有一次呢，跟着啊师父呢啊，在新加坡弘法。那个时候呢，啊，我们跟师父呢，啊，是在居士林，然后我们啊住的房间呢是在师父隔壁，啊，但是呢，师父是住里面的一间房间，然后他出来呢一定要经过我们的房间，啊，那个有一次呢，啊，那因为我那时候常常带一个念佛机嘛，啊，我就觉得说这个佛号要不间断，就是念佛机要不间断啊，所以呢就把念佛机就带在身上啊，随时听啊、哦、啊，这个功夫还没有到心里不间断嘛，先念佛机呢来提醒自己啊。结果呢啊我就呢忘记了啊，上洗手间呢就没有关掉念佛机啊，所以呢就进去里面啊，然后呢啊在里面呢这个上洗手间，结果呢啊佛号还照样传出来，结果师父呢。啊，他刚好走出来那个房间啊，然后呢啊，就听到哎，怎么这个洗手间有这个念佛机啊？那个佛号出来，哎，他就不讲话，师父呢也不会叫你啊，他也不会说啊，这个喊你都不会，他就站在外面等，哎，所以呢，
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师傅呢看到哎，我们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哎，师傅也不会骂你啊。这一点呢，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师傅常常都不骂我啊？因为我见到我们很多师兄弟哦，师傅对他们都很严格啊啊。那么很严格呢，其实啊，师傅常说呢，严格啊，教他啊，这个才是啊真正的学生啊。可是我们呢，好像师傅都不骂，就不是真的学生。但是我也看到很多被骂到最后呢跑掉了啊！但是呢，我觉得自从那个师兄弟跑掉以后啊，师父就不太骂了啊。为什么骂一个就跑一个啊？所以后来发现呢，师父就很少骂啊，这是真的哦。以前呢，我记得我们刚出家啊，有一个师兄弟啊，真的是头脑非常好啊，那个讲经是一流的啊。师父啊，讲一堂课下来哦。啊，我们在座康口泰都知道啊，啊，那个法师都知道，他可以复讲85%，虽然没有师父的这个90%几哦，85%啊，非常厉害啊。那么他也是以前呢，在台湾呢、啊，他是做老师的，他是老师的作文比赛的冠军呢，全台湾啊，所以呢，他是我们的师兄弟啊。那么他在这个啊这个学经教方面呢、啊，的确是非常厉害。那么师父也刻意要栽培他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师父刻意要栽培你啊，要心理准备哦。要常常挨骂，哦，这是真的哦啊！这个师父常讲嘛啊，要把他训练出来啊，要严格啊，所以常常骂啊，对我就不骂，啊，结果我是说，嗯，哎呀，这个啊，老师真的很重视他啊，真的是啊，这个啊，把他看作传人一样哦，天天骂，天天教啊，但是呢，没多久就跑掉了，啊，很可惜啊，真的啊，因为他的真的这个真的，我是讲啊，他的能力真的很强。但是呢，啊，后来师父呢，我就看他很少骂了，啊，那啊，我是觉得说我们呢比较不骂的啊，就是可能比较这个资质比较差啊这个比较驽钝的啊，但是呢啊这个总是呢啊，我们就跟在师父旁边呢啊，再怎么样都跟着啊不会离开啊。那么这个是我一个特长啊，不会离开的，反正呢师父走到哪就跟到哪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刚讲到啊，那么我们呢啊，这个师父呢，在这个厕所的门口在那边等了以后呢，我们出来了啊，出来之后呢，哎，师父不会跟你骂，他也不会跟你讲什么，他给我讲一个故事，哇，我说呢，越来越感动了，啊，什么师父对我这么好，啊，我知道明明是我连念佛机啊放到里面啊，已经呢是不恭敬了，那师父也不跟你骂。啊，那师父给我讲什么故事呢？他说以前他在还没有出家之前，他在上班的时候，他是呢啊坐在老总统旁边的啊办公室啊，他负责呢啊这个人事管理的啊。那么他说呢，每一次看到很多这些啊大官啊，或者是这将军啊，走路大摇大摆了啊，威风凛凛的啊，不可一世啊。但是只要呢他经过师父的办公室要去见老总统的时候呢，哇，走路特别轻。一点声音都没有，恭恭敬敬的啊。然后师父就讲这个故事，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啊要学佛啊，要真正能够学成功啊，就要像这个将军要去见总统一样啊。你看看那么恭敬，如果呢把这个总统就当作佛一样这么恭敬啊，那学佛一定成功的啊。意思就是啊，以后你这个念佛机啊不要拿到厕所里面去放，要恭敬心。所以呢，这就是师父教我们。啊，虽然他不会严格的啊骂你，但是呢，他只要一点，我一生都记住了。所以这个故事啊，我啊永远都记住啊，不会忘记的啊。所以呢，这可能是师父一种教诲的方式有不同啊，可能骂也会记住了，不用点一下啊也是会记住，而且记得更啊这个实在啊更感动啊。这是呢我呢啊这个所经历到的啊一个事情啊。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呢我们以前呢、啊、在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呢有一个师兄弟啊，那么这个师兄弟年纪也很大了啊，大概呢他也是军人出身的啊，所以呢他有一些习气啊，那么做什么事情呢都比较粗里粗气的啊。结果有一次呢，在倒垃圾的时候啊，这个倒垃圾呢啊，他呢啊拿了垃圾桶啊，他根本呢就不弯下去拿提，他是用手用脚啊，像踢足球这样啊，这样踢来踢去的。哎，把他踢到那个外面去啊，就倒垃圾啊。结果师父看到这个事情，这就是我们说的，哎呀，对这个人事物都要恭敬啊。你看呢，虽然是垃圾啊，你对垃圾也要恭敬哎、
啊，怎么对垃圾可以用踢的呢？啊，所以师傅呢马上哦，哇，动作很快啊，马上呢冲过去，就把他的垃圾桶拿起来，说我来帮你倒。所以你想想看呢、啊，师傅啊，帮你倒垃圾啊，你会作何感想啊？结果那个赶快跪下来，不行，师傅要帮他倒垃圾哦。所以这是什么？师傅都是在教你啊，他也不会骂你哦。他说我会帮你倒啊。所以呢，这就是呢啊，我们呢在生活里面啊，常常啊遇到很多就是点点滴滴的啊，我们要怎么修学啊？所谓礼敬诸佛。你看师父啊，不要跟你讲这么多道理，因为他已经讲很多了，讲很多我们做不到啊。哎，那我们要看他的身形啊，他的身形表演给我们看啊。其实啊，我看我们师父在真正度众生啊，有很多时候是他做出来了，很多人看到了，他受感动，那个时候学佛啊，那个才是最真实的啊。记得这一次啊，我们啊陪同啊师父呢啊，在六月初。啊，跟着我们马来西亚啊七大宗教访问团啊，到这个罗马去啊。那么在罗马呢，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师父呢坐飞机啊，他坐了20多个小时啊，从马来西亚开始飞到曼谷啊，然后再转到啊这个梵蒂冈啊这个罗马，那去见教皇啊。结果下了飞机呢，哈啊，是早上6点多啊，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同修都很清楚啊，6点多。然后呢，下了飞机以后啊，也没有吃早餐，啊，我连个早餐都没得吃，呵呵，没有吃早餐啊。再来呢，啊，也没有说回旅店去休息，没有啊，马上就赶到梵蒂冈去了，啊。结果呢，在梵蒂冈呢做这个访问啊、参观啊，搞到下午3点多，啊，结果呢，哎，才到餐厅去吃午，这不晓得是什么餐了，到底那一餐不要算是晚餐还是午餐了，啊，反正呢就是呢中间都没有休息。中间也没有吃饭啊，然后呢就啊到3点多才吃个饭啊。这个当中呢，师父呢，你看他在参观的时候啊，悠闲自在，他一点都不累啊，也没有喊肚子饿。结果呢，我们看很多那些宗教领袖啊，都比师父还年轻啊。师父今年84啊，哪一个年龄比师父大？没有啊，非常年轻啊啊。结果呢，他们呢个个都疲倦啊，又饿又累。啊，所以这个时候才见识到我们师父啊，这个功夫啊在哪里呢？就在这里，啊，所以他们呢，真的由衷的哈、啊，我看得到了哈、啊，他们真的由衷的敬佩，啊，觉得啊是师父啊真正的修行人，啊，所以师父哎刚刚在跟我们讲哈 啊他说粮食比较缺哈 啊他就吃一餐啊，现在还可以还吃两餐啊，啊，其实哎这是一种训练。啊，也是一种修行的磨练呐、啊！啊，你看我们真的到那种时候啊，你看你表现出来的那就不一样了、啊，啊，所以我看到那些宗教领袖啊，对师父啊，真的啊，那种是由心里面呢 啊发出来的一种敬佩。师父呢，现在在跟这个所有的这些宗教人士的交流啊，我觉得师父所表现出来的啊，都是在这个行动啊，在这个啊这个言语行为当中啊，来让他们呢真正感受到师父呢一种心量啊、慈悲啊、随缘啊，所以这就是啊我们呢啊所要学习的地方啊，就是在这个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当中来学习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让我呢了解到啊我们真正啊所谓说啊修一切都恭敬的这种菩萨的修行啊。绝对不是用嘴巴说的，啊，都是做出来的，啊，而且是，不是有意的，啊，是很自然的，啊，流露出来的，啊，这就是呢，我们在跟着师父的时候啊，啊，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啊，真正感受得到，啊，所以，啊，在这个地方呢，啊，我真正啊，让我们真正了解到啊，师父的一个心量是非常广，啊，而且呢。他没有所谓的自己，啊，这个师父啊、其实也是刚刚跟我们讲啊。那么他所谓的这个道场啊，其实是一个小道场，这个小道场就是我们所谓的摄影棚，这才是他的真正的道场啊。所以他没有一种概念说他要搞一个什么真正的道场，他的道场就是讲经说法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可以很小，你看我们这个香港这地方也不大，小小的，可是呢这个影响力多大？我这一次呢在美加弘法啊。那么在美加弘法的时候，感受到了，虽然师父这么多年没到美加去，可是美加同修啊，对师父的经教
不断的欣喜，靠什么呢？就是靠网络，就靠这个卫星电视啊。其实网络就更好了，因为呢家家户户都有，都很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得到啊。所以现在甚至于啊，我们在海外弘法了，我发现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呢、啊、这个越南人很多啊，这个越南同修特别多。像我们这一次呢，在啊纽约也好，在华盛顿 DC 啊，甚至在加拿大啊，甚至这一次我在洛杉矶啊，其实啊越南同修几乎可以跟我们说啊，跟华人差不多一半一半了。而且现在我发现，我们像澳洲的道场、美国的道场，很多共修来参加念佛的都是越南人啊。所以我现在倒是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啊这个心量要更大，要更包容啊啊，因为越南的同修他们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对他呢要特别照顾。为什么？语言不通啊。那语言不通呢，就容易产生什么？会感觉我们会不会排斥他呢？会不会看不起他呢？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更要展现出啊，我们对这个越南同修的啊一种关怀、一种照顾、一种鼓励啊。所以现在我们呢，你看我们的所有宣布都要翻成越南话啊，都要越南语啊，甚至他们听师父讲经哦，全部啊都翻成越南话来听啊。这次我去这个洛杉矶这个三十系列呢、啊，他们摆出来的这个法宝啊，一半全部都是越南话的啊，很多啊，种类非常多。他们很发心啊，做很多的翻译啊，还有这个光碟啊，把它翻出来啊，然后呢一半是中文的啊，所以他们很用心的。虽然他们是越南人办三十系列呢、但是呢他们呢一半是这个华语的啊，这个啊华宝，一半是越南化的华宝啊。所以这是呢啊，借着这个三十系列呢、把这个啊这个法宝啊，尤其是师父的这个讲经说法的这个光碟啊流通出去啊。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哈、所要面对的啊。现在不是只有单一个啊一个种族啊，我们是还有不同的种族，大家一起来学佛啊。所以这是呢啊我所看到的一个啊，现在美加啊还有澳洲呢啊，还有其他世界各地都一样哈、这个净宗学会啊，慢慢的真的我们心要扩大了啊，要包容所有的人。你看师父连各个宗教都包容了、更何况是我们啊学佛的啊。所以呢这个是我跟大家呢讲了这几个事情。然后呢刚刚我说的师父呢自己所谓的道场就是摄影棚那么师父在摄影棚里面讲经呢你看看呢能够对着摄影机通常摄影棚是没有听众的啦听众都是看电视嘛。然后对着摄影机就好像我现在对着摄影机，我不看大家我对着摄影机来看如果我能够讲一个小时就很了不起了对着摄影机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如果对着大众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启发可以题材还可以讲，但是对着摄影机就不一样可是我们师父呢过去他讲四个小时现在是两个小时，可是将来很快他说又要恢复四个小时那你想想看呢、四个小时对着摄影机讲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功夫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澳洲曾经有一个这个不同宗教的这个领袖那么他过去到我们澳洲去，然后我们请他呢这个来摄影棚录一段他对这个他们的宗教的介绍结果坐下来面对的摄影机，结果他问了怎么没有听众我说呢这个我们师父都这样讲的面对的摄影机讲的没有听众的，他一讲都讲好几个小时他说没有听众讲不下去不知道如何讲所以呢这也是一种功夫其实呢我们师父呢真的已经达到了不管有没有听众，其实看不到的听众比看得到的还多了所以呢他心里面的那个量真的很大包含整个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呢他讲的是给一切众生听，不是只给我们听而已啦所以呢他这个真正慈悲心的流露所以那个讲经可以讲那么久那么有一次呢我们师父呢到这个泰国去参加一个和平会议联合国的一个和平会议，然后呢有一位泰国的法师邀请我们师父去参观他的道场这个师父也讲过了哈。然后呢去参观的时候呢，他的道场有多大呢？他有五个足球场那么大可以容纳十万人然后呢参观完之后呢他就问我们师父就请问法师你的道场在哪里呀？你的道场有多大呀？结果我们师父跟他比在这在天空道场在天空所以呢
这就是啊，我们师父常说的啊，道场其实要小，但是呢，它的真正的弘法的范围是无远弗届的啊。就像我们师父利用这个最新的科技啊，这个网路啊，这个电视台来传播佛法啊，所以这是、啊、我们师父的一个心量啊。所以心量要大，但是呢，摄影棚小小的，哎，这个哈、哦、节省很多啊，人力、财力、物力啊，啊，真的给大家呢，哎，没有压力，非常好啊。所以这是我们师父呢，真的非常有智慧的地方。啊，然后在泰国呢，还有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呢，就是啊，我们师父呢接受了啊，这个查瓦利将军，就是当时的副总理啊，查瓦利将军的邀请啊，那么在这个开会的这个空档啊，那么他邀请我们师父到他家呢啊去吃饭啊，去应供啊，那么去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就跟着去了，反正师父到哪里吃饭，我们就跟着去啊啊，这个去的时候呢。刚好这个将军啊啊跟我们师父谈了几句话啊几分钟啊，他有事临时出去了，结果呢由他的夫人来招待我们。他这个夫人啊很特别，虽然不会讲中文啊，他是泰国人，但是对佛教很信仰，尤其对观世音菩萨，对他对观世音菩萨特别喜欢。他家里共有100多尊的观世音菩萨哦，他这个佛堂啊真的很壮观哦，都是观世音菩萨啊，很特别啊。然后呢啊，他对三宝啊也非常恭敬啊，那么在给我们师父添饭菜啊，都是跪在地上来添饭菜哦，真的是很少见到哈、哦、这么恭敬啊这个法师的啊。然后呢啊，这个在吃饭当中啊，大家呢就在谈话啊，谈到什么呢啊，这个夫人就讲到她过几天要去电视台唱歌。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堂堂的副总理夫人呢、啊、要上电视台去唱歌呢？我们就问她原因呢、啊、她就说了，因为啊他们啊啊，这个他跟他的先生啊，查瓦利将军啊，那么看到这个泰国出家人很多啊，那么他们到一般的医院啊是治疗不是很方便，所以他们发心呢 啊要盖这个僧伽医院啊，准备在这个太子啊50岁的生日啊给太子啊做纪念啊。但是呢，这个医院呢、啊、目前呢、啊、缺钱啊，盖不起来。我们师父一听到这个事情啊，哎，这个医院这是好事啊，那缺钱呢、啊，哎，这个很遗憾。啊，就问他，他到底缺多少钱，这个医院才可以盖好？啊，结果这个啊，这个夫人也搞不清楚状况。他说这样好了，请那个负责的啊，这个人员呢、啊、来啊说明一下啊。结果呢，就把那个人找来了。找来以后呢，稍微计算呢 那么他说呢啊，还缺了200万美金啊，这个医院就可以盖好啊。结果我们师父一听哦，只缺200万美金就可以要这个医院就可以盖好。那说这样好了，这么好的事情，哎，我来发心。哦，这200万美金呢、啊？哎，我来负责啊啊，我负责这200万美金啊，把这个医院盖好。结果我就在师父旁边跟师父提醒：“师父啊，啊是美金啊，不是泰币啊。”因为师父没有考虑啊，他做什么好事啊，他不会考虑啊啊，没有想说哎，到底我有没有钱啊？哎，你要捐钱啊，先有没有钱啊，你才捐呢、啊？没有想到钱有没有，就马上捐啊。但话已经讲出去，就捐了啊。那怎么办呢？下来以后才问，哎，去查查看有没有钱，啊，银行够不够钱，啊，有这样捐款的啊、哦、啊，所以你就知道了。我们师父呢，真的是啊，这个真的好事，他马上发心。不过大家安心了啊、哦，因为师父是很有福报的啊，只要他心想就会事成，啊，这个就是有福报的啊、哦。那么呢，啊，过了4天啊、哦，这个事情啊，跟几位护法讲一下啊，这个4天呢，啊，结果这个200万美金就到位了。啊，结果就在那个泰国的电视台啊，啊，做了一个实况转播啊，做什么呢？捐赠仪式啊。结果呢，在捐赠仪式上呢，这个主持人啊，啊，他就说啊，啊，这个以后这个医院盖好啊，要名叫净空医院啊。结果经过了好几年哦，这个医院真的盖好了啊。盖好之后，我们师父呢就到泰国曼谷，我们这边有泰国的同学都知道哈、哦、啊。那么啊，师父呢啊就坐军机哦啊，那个地方没有飞机场啊、哦、啊，军机哦，特别啊啊这个偏远的地方，离这个泰国很远啊，然后这个跟那个边界啊，辽国啊缅甸的边界啊，那边也很多出家人，所以他这个医院不是只有给泰国出家人，他还有给这个附近的国家的出家人可以看病啊。结果去参加了那个啊这个开幕仪式啊。结果回到曼谷啊，已经时间很晚了，9点多了。结果9点多呢，回来之后啊，啊、我看到那个随从啊，这个我们钟博士啊，啊，他们呢都没饭吃啊，啊，我说奇怪呢，你们不是参加这个医院的开幕啊，这么隆重的典礼，怎么回来了？看你们呢都肚子饿得扁扁的，没饭吃。哦、我说这个哦，啊，这个怎么很少见到这样啊？
这师傅捐200万呢，怎么没饭吃？师傅当然是不用吃了，那水厂都没饭吃，肚子饿啊，我们赶快去准备便当给他吃啊。那么回来之后呢，师傅呢啊就把我叫去来啊，他打开这个照片啊啊，这个医院呢 啊这个照片呢 啊他给我看啊，真的叫净空医院。哇，师傅说不行不行，怎么可以用这个名字啊，人的名字做医院的名字呢？他说不好啊，不好啊，他要给他改啊，建议他改成三宝医院哦。所以你看看呢啊，以后如果有机会到泰国啊，看到啊改了就叫三宝医院，没有改就叫净空医院啊，就是我们师傅捐200万美金啊。那捐了以后呢，师傅呢啊，他一直啊都没有管这个事情，只有到最后人家通知说要去开幕，他才去开幕。这个当中呢，一点呢、啊、他都没有去管，呀，没有也没有去问，都没有啊，所以连名字他都不要啊。所以我说呢，我们师傅呢，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不着这些相啊，甚至呢，我说呢，连道场啊啊，他呢都不会放在心上啊，没有一定说要有道场。甚至我都跟大家讲，师傅呢去年啊，那么还呢啊这个把这个美国的道场啊都送给人家了啊，啊人家要就送给人家啊，很潇洒很自在的啊，一点呢都不会执着啊，不会呢贪念。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师父身边呢、啊。其实啊，我们学什么呢？就是学这些啊，一点一滴的，我们来学习啊。那么这样的学习呢，我觉得我个人呢，慢慢才体会到啊，我学习到以后怎么落实六合敬啊。因为六合敬呢，就是要学习如何处事待人接物。在这个待人接物当中呢，啊，我们心量要大啊，要慈悲啊，然后呢，要不着相。啊，要能够修忍辱啊，修布施啊，你看看种种这些呢，能忍能让啊，真正啊发大心发大愿啊，能够真正啊啊能够慈悲的啊随喜功德恒顺众生，我觉得这是我在学习六合敬当中啊，从师父的行持当中，我们真正学到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啊一点心得。啊，我今天呢啊，这个机会很难得哈、哦、啊，能够啊，感谢诸位有这个机会听我在这边讲啊，我把这个经验呢啊跟大家分享啊，也谢谢大家的啊这个参与鼓励，谢谢阿弥陀佛。